家好，歡迎翻到嚟動漫城進攻足球嘅歐洲足球時段。咁啊，先講講呢個德甲聯賽啦。咁啊，我講一講比數啦，就係哈法柏林咧就昨晚就1-0贏咗呢個科隆。咁啊，史特加咧就係主場1-2輸咗漢諾威啦，就漢堡1-1同呢個恩斯高達特咧就打成1-1平手。咁啊，拜仁慕尼黑持續勇勢啦，就2-0作客情況之下都嚼咗呢個和夫斯堡。咁啊，和夫斯堡雖然喺歐聯個嗰條路走得幾好啦，但係佢都要輸咗俾拜仁。咁啊，文伯德不萊梅咧就2-2同呢個達斯泰特咧就打成平手。咁啊，剩翻落嚟嘅賽事入邊咧，仲有呢、奧格斯堡對呢、慕信加柏係啦。咁啊，同埋呢一個就多蒙特對住荷芬咸啊呢啲啦。咁啊，就今週入邊咧就個賽事上咧。仍然都係有比賽嘅，德甲係喺星期三開始嘅賽事，咁就係恩斯高達特啦對住科隆啦，漢諾威對住呢個和夫斯堡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對住呢個緬恩斯，咁啊利華古信對住呢個雲達不萊梅，雲達不萊梅而家嘅境況咧都好堪言嘅啦，講真，佢一定再唔攞分咧就真係越早見嘅啦，基本上，咁啊哈法柏林對住法蘭克福啦，慕信加柏對住史特加啦，之後黑零四對住呢個漢堡。達斯泰特對住呢個多蒙特，荷芬咸對住奧格斯堡啦。咁啊喺週中入邊嘅比賽入邊咧，唯一反而有一個爭逐性嘅，就將會係呢個緬恩斯就第五位嘅對住呢個拜仁慕尼黑，因為咧佢依必須喺拜仁身上希望能夠攞到一分得一分。學嚟頭先李 Sir 喺英格蘭時段所講啦。因為而家佢距離會利華古信啦，就係都係一分嘅差距，35分啦。即係其實喺歐聯嗰個職位上咧，第三、第四係爭持得好激烈嘅，基本上係慕信加柏同緬恩斯同分，利華古信就跌到落第六，但係佢其實咧就同上面嘅分數只係爭一分啫，同斯圖克零四都係35分同分啦。所以呢嚟緊呢幾場波咧就咬得非常非常之緊湊嘅。咁喺目前嚟講個聯賽榜入邊，我諗相信都要睇下打成點先知道嗰個形勢啦。咁啊要評嘅就即係你叫我評呢、拜仁慕尼黑同多蒙特都冇乜好評，基本上係即係正所謂，好似上次我請個嘉賓嚟嚇冇嘢講啊咁樣講。咁啊有時我哋唔係話好似如果我喺你鏡頭前面同你哋所謂嘅所有嘅球迷講話，喂大家記得留意拜仁慕尼黑對乜嘢同埋多蒙特咩？你哋都唔信啦，因為你唔覺得有刺激性㗎啦，佢已經根本上都即係我哋唔係屬於話好主觀定乜嘢，唔係你，因為我哋都要講一樣嘢，我講到好好味，你都唔信係好味。其實你好簡單，而家你叫我睇拜仁冇心機睇㗎，因為你點解冇心機睇？你個目標睇佢贏波咩？佢應份贏㗎啦，即係基本上就叫做喺嗰個積分榜睇佢加幾多分落。係冇嘢刺激到佢睇啊嘛，即係如果真係想去睇嘅時候，睇歐聯好啊，唔係睇歐聯，睇嗰啲即係同佢有得打嗰啲，喂，嚼低佢攞分，即係好話唔好聽，望佢輸波咧。真係對唔住我，睇㗎啦。我有個球迷朋友咧，佢成日都講笑，佢話：哎呀，一定要睇拜仁啊，睇拜仁禁制啊。幾時禁制啊？咁我又覺得係，即係出人啊、換人嗰啲，即係嘥氣㗎啦。禁制，而家嘅時候佢唔使睇㗎，因為你睇佢禁制就話要爭啊呢場比賽啦，仲要禁制換人就打。都冇得單，佢而家換人出去休息，換人出去休息㗎。係啊，係啊，就話我唔係話對住，假設我對住祖雲達斯，禁制係一種叫做足智多謀嗰種嘅，而家係禁制。啊，邊個你出嚟唞唞啦？咁樣。點解嗰度而家爭持好激烈，0-0嗰啲一禁個制出去，哇贏波，呢啲好嘢啊！絕殺。嗱，就係咁樣啊，李 Sir。呢頭有人講話我哋覺得乏味啦，但係嗰頭亦都係屬於。乏味之餘咧，都有話題性嘅，亦都經典嘅。咁啊，就係嗰隊嗰個聯賽咩咧？就係西甲啦。咁啊，剛剛西甲入邊咧，就皇家馬德里咧，就真係失咗分啦。咁啊，好亦大家都講過好多次，亦都唔喺呢度講啦。西甲個現象就係打頭嗰幾隊嘅。係。當你出現一個差距有5-7分嘅距離上咧，係除非有榜首球隊巴塞隆拿大幅滑下，如果唔係就機會率難嘅。所以而家斯丹都已經宣布投降。其實你德甲唔係西甲咧，你想睇佢有得爭啊，有得成嗰啲係睇邊啲球隊。而家你巴塞嗰啲一打出去而家，你係冇得爭嘅。係。
你好清楚，好清楚會睇到好多情況，就話譬如皇馬，你會有機會遇到邊個咧？馬體會啊嗰啲，你會覺得唔穩陣嘅，佢隨時會輸嘅。咁亦都就算其他嘅都係嘅，即係當然佢唔會對輸俾利雲達啊嗰啲啊，嗰啲去榜尾嗰啲啊，即係有好有兩三隊分分鐘可以喺嗰度搶到分嘅。相對之下咧，巴塞就唔係咁容易啊！而家特別而家呢今季現時嘅巴塞就更加係難啦。係啊，所以有啲球迷朋友都咦？依、這個今年度都睇怕喺歐洲都係仍然係巴塞，係咁即係換句話，睇下巴塞同拜仁之爭嘅啫，係咁啊巴黎聖日耳門嗰又唔使睇嘅，係啦，佢一到去到大嘅時候咧，佢就會衰。咁啊，其實今屆咧皇家馬德里都係唔係行緊好運嘅啦，國王杯咧就因為換人嘅策略啦，就變咗就提早宣布咗啦，咁而家聯賽又咁樣啦。咁歐聯咧就即係希望揸翻個歐聯啦，喺斯坦嚟講就咁啊贏咗佢嘅馬德里體育會咧，亦都唔係好歡喜，因為除咗喺紀錄上我係三連勝咗你之外咧，其實喺個聯賽榜入邊我攞咗58分，距離榜首嘅66分嘅巴塞羅那係有一段距離，咁你變咗即係成個爭逐已經開始進入一個乏味。老實講句真話，佢喺佢嗰一刻係好難去搶分嘅，即係問題就話，第一好似巴塞對皇馬咁，已經輸曬嘅俾佢嘅兩場。咁同樣馬體會都冇嘅。我之後我殺曬幾多都好啦，我唔可以喺佢嗰度搶翻分啊嘛。你贏曬嗰啲波，仲要望佢啊求神拜佛啦，望佢失分俾人，喂八分啊要失三場啊，你先至贏到啊，你仲要全部贏喎。咁你諗下，你係即係近乎天方夜譚，咁所以不如唔使諗啦。佢只要保持佢有仲有個爭歐洲大賽嘅職位，佢就夠啦。咁冇意思㗎，係嘛？即係又係好似佢就話，我都冇意思。睇波一定要有啲即係競爭性嘅，脱離一嚟咗嘅時候咧，你就基本上冇乜興趣睇。冇錯，嗱，另外仲有一場波啦，就係呢個華倫西亞咧，就輸咗俾呢個畢爾巴啦，咁就係。咁啊，但係亦都反而輸咗啦，就我又唔係叫佢睇得佢太差，因為其實見到呢幾場波咧，華倫西亞已經打翻上嚟啦，其實都有個轉捩點嘅。點解會忽然間有個大改進咧？就係話，因為加里利維利咧，就喺早前咧，亦都邀請翻呢個曾經喺當年賓尼迪斯為幫呢個華倫西亞攞呢個西甲冠軍嗰個助教咧，亦都曾經去過利物浦做過助教嘅呢個阿耶史達蘭咧，就邀請佢翻翻嚟呢度，咁啊即刻解決咗一個叫做語言障礙，令到成隊波嘅成績逆流而上。呢樣好緊要㗎，逢係溝通呢樣嘢係有一個內部嘅識得西班牙文嘅人。其實就事情係咁嘅，咁你溝通唔到大家語言又隔膜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可能某程度上，我作為教練，我好緊張啊，好敏嘅，我未必係鬧你嘅，但係因為你嘅言語講唔到就死，人哋見到你哇咁鬼惡嘅咁樣，即係我睇到阿加利喺個球場個領帶隊嘅時候咧，係真係好個表現咧，人哋會感覺哇，你鬧得咁緊要嘅，其實可能就唔係鬧嘅，喂，繼續咁，但係佢講乜嘢，罵我啊，鬧我咁死啦，係嘛？咁呢啲嘢就好緊要。係啦，嗱，咁啊講完呢度咧，就正式進入呢個意甲啦。咁啊，意大利聯賽咧就剛剛咧就係佐仁達斯咧就2-0贏咗呢個國際米蘭啦，就繼續喺榜首嘅位置啦。咁啊，今晚有場波咧就費倫天拿對住呢個拿波里嘅，咁啊亦都睇下拿波里能唔能夠咧就可以俾壓力呢個佐仁達斯啦，因為其實佢分數都打得好緊嘅咁上。但係週中亦都有個意大利杯嘅喎，個四強嘅賽事，國際米蘭主場將會對住呢個佐仁達斯 ，AC 米蘭將會對住亞歷山大利亞。咁組隊員又對喎，呢次就變咗主場喎，就變咗國際米蘭主場對住呢個祖雲達斯喎。咁喺杯賽上嚟講，你各位拍檔認為米蘭雙雄有冇機會咧？其實係因為如果你話講而家嘅國際米蘭同 AC 米蘭咧，我諗嗰個光芒係已經失色咗噶啦。因為你知啦，我哋
近幾排都係講拿波里、祖雲達斯咁。事實上，你如果睇個祖雲達斯踢嗰啲波咧，佢嗰個進取咧，即係佢嗰個即係由之前越早嗰陣時嗰個電話門嗰個醜聞升翻上嚟嗰個氣勢咧，你會發覺人哋係有心嘅。咁我亦都即係睇過佢對拜慕尼黑嗰場歐聯咧，嗰個主場啊，即係搶到咧，即係我都未見過啲球隊咁有客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嚇，祖雲達斯對呢個國際米蘭咧，即係我諗祖雲達斯都會勝數高。咁啊嗱，同埋而家佢即係有段距離嘅都有段距離。咁你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祖雲達斯咧就係當起嘅，相對之下國際米蘭啊向下跌嘅，美斯米蘭嗰啲。所以呢次嘅意大利杯嚟講，就國際米蘭應該要復仇啊，因為剛剛祖雲達斯都贏咗2-0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要復仇咧，就睇下呢場波能唔能夠踢祖雲達斯出局啦。根本上係，但係頭先聽你個都係諗下就可以嘅俾你。咁你而家即係你有時啲嘢你冇得禁制噶嘛，即係唔係話即係睇下邊個禁制，睇下邊個。而家嗰班球員係即係。由一個低沉的狀態一路打翻上嚟，嗰個戰意你係撳唔到嘅，冇錯，撳唔到。再加上眾所周知，佢對拜仁都係下風噶啦。係啊，即係雖然到而家佢都俾人淘汰出局嘅咁嘅情況都好啦。佢突然嚟睇都唔係喎，好犀利喎，打唔係話即係全被人擊倒喎，點數輸咗啫喎，咁樣即係呢個好重要啊嘛。當佢對翻一個佢嗰個次一級嘅對手，佢就嗰個又嚟翻啊嘛。係。仲有佢而家去到呢一心呢一刻咧，球員佢唔會係諗輸嗰樣嘢嘅，只有望贏嗰樣嘢。嚇！嗱，反觀另一邊戰線咧，就是、AC 米蘭咧就對住亞歷山大利亞咧，咁就應該佢進級機會發揮得正常咧就大啲嘅，咁啊佢可以入到 final 先啦，根本上。即係大家個級數都唔同。係啦，咁啊變咗就去好過冇啦，正所謂。咁啊，但係另外有一個熱話啦，就係講緊啦，就托迪喺呢個羅馬入邊咧，就應該冇可能會續約噶啦。咁而家佢徘徊緊一個人生嘅交叉點啦，陣39歲嗰陣咧，就佢究竟係決定喺外邊繼續延續佢嘅足球生命啊，定係喺羅馬地選擇掛靴咧？嗱，咁喺兩位拍檔去睇啦。咁啊，上個禮拜咧，就前幾日咧，就阿嘉賓阿 Ken 都問咗我呢個問題，我啊答咗佢咧，就係話如果俾我選擇咧，我自己認為托迪咧就掛咗靴好啲啦，因為點解咧？喺呢個足球嘅年代嚟講咧，能夠有一個球員喺由青年軍開始至到掛靴咁大年紀踢到39歲，都係唯一間球會嘅，係咁啊！而家冇乜。係啊，冇噶，係得。係啦，咁你但係你兩個認為托迪亦都係一個傳奇人物，咁你哋其實有一樣嘢就話大家都估計嘅啫。係。咁就即係響個情況就係話睇托迪自己本身。即係佢如果佢話我仲係好中意足球，我想繼續延續個生命嘅咧，佢可以選擇唔響定留響意甲踢，即係揾一啲似一啲嘅，或者甚至好似而家最啲人最興嘅去美國啊嗰啲咁去玩，即係你去想學繼續踢波話開心啫嘛，即係你唔好揀啲咁辛苦嘅踢咯嚇。如果唔係啊，佢話我都係即係我終身只是一主嘅啫，不如選擇退休咯。你而家反正去到羅馬呢個時期又唔係糟糕嘅時候，都唔係話太高，雖然唔係第一啫，都唔係太差嘅時候。即係一個好光明咁嘅引退OK嘅，我覺得。或者佢繼續嘅，佢可以延續足球生命，可以轉移去做一啲領導層方面嘅嘢咯。唔係因為其實去到而家咧，我哋未喺新聞嗰度咧睇過羅馬呢個球會咧有咩表示對於托迪來季嗰個安排。當然啦，我哋大家傾咧，梗係作為一個球員，如果佢自己考慮咧，我哋梗係希望係光榮引退。因為我曾經聽一啲人講咧，就好過即係佢話你喺咧
急流之中離開咧，啲人仲記得你。但係咧，如果你話唔聲唔聲，你去咗美國或者去咗阿拉伯嗰度踢波咧，啲人咧就當然有人知道嘅，但係唔覺你就即係消失咗喺嗰個球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如果嚇，我認為當然我梗係支持佢。當然39歲踢到 OK 嘅，咁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即係喺適當嘅時候離開嗰、那個。足球舞台咧，我覺得係即係記得佢個仲多啲。係啦，因為你個 record 亦都更加有意義咧，一生效忠一支球隊。咁啊，頭先阿芬都講咗一句説話，係令我有忽然間有一啲啟發，就係話實際上啲托迪很近呢幾年喺歐洲球壇上嘅消息咧，因為佢羅馬唔係時常喺歐聯攞到啲咩成績，其實已經談論人亦都好早退出咗國家隊，談論嘅新聞已經越嚟越少噶啦。即係你嘅受眾程度已經係減到最低嘅嘅情況之下咧，你選擇當然啦，人啊尋求樂趣就係睇你自己嘅，你中意繼續踢波去美職聯又去邊度都冇問題。咁如果你真係能夠可以俾一個更好嘅印象咧，就肯選擇喺羅馬掛去會更好，基本上。但係因為而家你坊間仍然講緊啊嘛，雲尼亞你可能話，如果你中意下屆，咪過嚟呢個里斯特先咯。唔係，可能唔係講笑也，可能個新聞價值仲大喎。因為而家睇，我覺得你咁樣嘅新聞價值嘅大過呢幾年㗎會。咁其實都即係有樣嘢咧，如果就雲尼亞你主動嘅，我覺得又。未嘗不可喎，亦都係一個新聞嘅。你阿芬話齋，最慘你連掛靴嗰下，我都冇人知道。係啊，咁點啊？去到喺呢邊，可能阿老狐狸有啲好嘢俾佢都唔頂喎，打令佢再光光都唔頂，再光光先至話唔踢啊！我係嘛？即係而係相對之下，佢對個教練有冇信心嗰啲咯。即係你好簡單，好多人都係㗎，你叫我好啊，我踢。不過咧，就李斯特城咧，同意大利都幾有淵源嘅。即係你早雲尼亞你之前啦，早十年前咧，文仙尼瓜靴之前，佢都係效力李斯特城嘅。係啊，係啦。咁啊，OK 嘅，我即係譬如你好似老二咁喺皇馬咁樣啦，冇錯，去到嗰邊美。中東啊，美職之類嘅，喂喂，又做啦，都係一個好事。啊，即係起碼喂嗰度唔係咁高水平，即係佢應付得到㗎啦嘛。明白。即係佢嗰度帶咗光彩，即係你好想像中去中東踢嘅，佢可能唔使咁辛苦。你話到踢40、40幾都係咁踢，嚇點解唔得？你話到而家翻去兩仔爺一齊踢，嚇咁都得。係，冇錯。嗱，咁啊嚟到呢一節咧，就歐洲足球時段咧，就暫且告一段落啦。咁啊，進入翻我哋香港摩時段啦。咁啊，陣間喺香港摩時段再講講今週嘅英超聯賽事。陣間翻嚟再見，拜拜。Okay, bye bye.